10月31日晚8点半，我要主播了，快来救救我的选择困难症吧！想看我表演什么才艺？现场唱藏语歌还是跳瓜庄舞？想看我怎么穿越种草？分享西游故事还是金箍水五连拍？10月31日晚8点半，我在天猫西游记直播间等你来，还有1元红包，惊喜7000礼盒等超级福利，一定要来哦！我在等某年某日的某一天，某人出现。他不管多人多难，不顾一切到我身边，两条倾斜的直线，总有一天交接。想到这儿，我就不顾一切。